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伯，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赶快是阿伯老师甲宝妹为你服务主持。住宅方面、政府方面无清楚、无了解，来6338601 6338601。接着来看一下听友陈立安，其实这问题呢，跟我所想的拢同款，只是我嘛帮问个老师哦。好。这个因为我以前洛梨也吃的不多，今年有稍微突破了一些，吃比较多了哈。他这样讲就只有东西问导游来讲，哎，我觉得还蛮好吃的。那今年呢，我就生吃比较多。好了，老师陈立安的问题呢，一公，哎，有电话呢，让我有点为难，好吧，先接哈，因为反正都还没讲题目。来，十一零你好，哦好，你好你好，哦好久没有call in了，哎老师你好，宝贝你好。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下哦，我那个庭院哦，进前有进一丛迄树啊吼，啊吼，迄小狗吼，小狗拢伫遐放尿，啊放尿吼，啊即摆死去，啊迄即摆根甲拗起来啊吼，啊我想讲，要伫迄，就是进树啊一坑啊吼，啊种迄玫瑰花吼，啊即下要做啥物处理？啊再来，咱来去迄田尾吼。我迄玫瑰花苗，玫瑰花迄仔啊吼，在挑选的时候有什么重点哈？因为以前啊吼，进前阿伯实在老师的时阵啊吼，有进吼，有进过来长你的仔哦，迄个进前的拢翘起，啊，搁进两三遍嘛，嘛是拢翘起，嘿啊，啊，真正是，我知影玫瑰花无好顾啦，啊请老师指导一下。看我都改顾甲较水哦，嘿，都较水。林刚，阮囡仔若有喜事的时阵啊吼，哦，迄厝的迄玫瑰花安尼开甲真水，安尼若有开甲吼，开甲真水吼，哦，迄感觉真好呢。这是我的面房啊。好，再见再见。来，这个尤其像这种哈，这种小狗哈，这个尿尿哈，就是啊，对，反正伊也是土吼，算正常的一个排水呐，无什么问题吼。比如狗啊去放就个压的就好啦，吼，一般通常是啊，无啥要紧，好啊。但是有时啊，伊个所在呐，总讲土较黏啊，水呢啊，这个下较袂离啊，是安怎吼？这个真容易吼，真容易呢啊，这个一寡做物的种较袂起来吼。所以这讲搞啥物，通好去来安怎处理吼？这个啊，可能的囤一寡这個。这心头可能就只能这样子去做了，这应该是没什么关注大姐这问题，试看买一下，反正有当时咱咧种这物件吼，有个人真正是绿手指吼，啊，种什么就什么都种得很好啊。不过虽然是耳缘意的吼，但是呢，啊，实际上有做这物件吼。我没有办法种得很好，因为啊，尤其这边加起来呢，我拢尽量较袂好势吼。这个人生少了那一种这种啊，可能这个我想过头很细哈，重视的就是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哈啊，较少去重视到这个琴棋书画哈，琴棋书画茶。啊，这款呢，这个精神生活哈，啊，但是一个国家要看有进步无进步的，看伊花用多啊用少哈。后面讲去买菜啊，顺手还去买一束啊花，等啊加加啊，加这刀啊拜拜，啊，这几个人感觉咧真好哈。这包括进前啊，包括去荷兰啊，看伊呢一个人咧路边搭哦，啊，一条刀啊摆伫迄个所在，啊，伊嘛去甲加两枝啊花插伫迄个刀顶，啊，咱刀顶吼，规个拢是啥物啊醋啦、豆油膏啦吼，啊，这有诶啊，这个许啊摆一壳伫迄个所在吼，是啊，我若去即几种所在看啊，我对即间。店印象好歹，我就看伊迄个调味品有清气。啊，比如讲，迄顶管那咧隔一层吼，啊，弄灰尘啊，弄创啥，哇，我看过，我就算了哈。反正啊，这个就以后当然，这可能就是一世人一辈的这个行李啊。干嘛讲伊这整理甲足清气的啊？这管啊，弄每一个都这样啊，透亮的啊。然后啊，用一个 K 啊袋咧，再用一个罩子把它罩着，哇，这种呢啊，我就干嘛讲这间店呢啊，这个迄、那个户外感。
感觉就会特别的好哦，这不赶快。哎，因为咱生活未改啊，所以呢，逐渐看到讲啊，这个有摆一个这种物件哈啊，有啦哦，都阿好滴，好位都阿好，迄个阿伯咧卖面哈，卖面阿婆哈啊，也去路边加两支啊，炒啊加两支啊，或有当时啊也啊也去炒的话，这个豆丁哈，哎，我干嘛讲？这个又不太一样啊。好，这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啊小确幸哈，有时啊啊，我是希望大家人啊，不一定得爱阿伯啊，这样啊，这很实哈。那么，这个有当时啊，像阿妈这种人生活呢，生活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有趣哈。啊，就是讲可能我们都太重视了这个这个实际的这种这个生活，这样也不好啊。这有些啊，还是人要浪漫一点哦。这个较早南部啊，讲这个查甫囡啊，哈，就是肩膀要硬，脖子。只要软哦，这什么肩膀要硬，脖子要软，我足惊惊到头顶个骨哦，所以，哎，这其实就是讲要有担当了哈、哦，啊，脖子要软的、就是讲啊，爱要讲点头，爱要讲好话哈、哦，那么对人较好嘞，哈、哦，较好吹嘞，哈、哦，啊，嘴啊嘞，啊，放较嫩嘞，下面一个嘴嘞，安尼啊，擦骨骨哈，啊，这讲话拢没听，拢没健康，啊，无必要哈、哦，啊，这个你赢的道理哈、哦，那你。家里面呢湿的和气哈，啊，到尾也唔是你家己受气哈，那总讲啊，创我好势对吧？让衫甲咱洗便便对吧？啊，这个饭甲咱煮好势好势，三顿拢有当烧对吧？三不五时啊，可以当陪咱处理海海，是不是？啊，这个有时候呢，啊，这个也是生活上哦、啊，还是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啊，这个小确幸哈。啊那么啊，这个玫瑰花边我敬哈，这通常最主要玫瑰花上吃那应该的是，咱去买的时阵的是这个介壳虫嘛哈，就是讲啊，这是不是这个有白粉病还是这介壳虫哈？啊，然后看伊的这个木头的这个所在哈，木头的所在那是乌乌哈啊，大概他已经得疫病了哈，一种提灯来种呢啊，这种不太好哈，这啊，一讲这个玩出兵。咱是去买草莓啊，等于种啊，不啊，啊不啊，甲煮晒，讲这草莓吼，这。哎呀，我讲迄种不像，我还可能连袂死安尼吼。讲卖呢，看起来很漂亮，我讲、可能甲种看卖下者吼。啊，伊刚刚讲哇，阿塔怎啊等伊吼？最美的时候留在农机展的那一天，我讲哈，刚今天呢，讲真呢，哦，一直等伢呢，啊，都奇怪，啊，都完啦，玉米树下面伊在个管哦，然后他就不太想活哈，啊，一直揪，一直揪，一直揪，因为他得病了哈，也本身也迄个仔啊呢，已经有这个啊，这个炭疽病啊，叶枯病哈，啊，甚至呢，有这两项病的时阵，真有可能得掉千枯病哦，所以种类伊得安尼神神啊，一直心脉拢袂定，啊，那一直连起。所以一个仔啊呢，健康最重要，所以你去找的时阵，大概重视的是啊，无啊，无啥物白粉病，好啊，然后啊，这个最无介壳虫，哈、啊，那么这种仔啊较健康，啊，看樟头的所在是不是清气清气啊，这樟头呐清气清气啊，应该就可以给他尝试看看啊，无要紧啦吼，我是拢甲真侪，比如讲啊，这个正事够有机会，对吧？啊，咱尽量吼，这是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哈，所以咱就以台中朋友哈，你小做姐姐参客啊。来，说来去是这位好朋友的姐姐问题，洛梨哈阿巴卡多哈啊，为什么也有这个切开的时阵有这种黑色的姐姐的斑点？哎、啊，这种黑色斑点，这个有几种的姐姐可能性，然后就是讲啊、第一啦哈，咱这个洛梨什么时阵慢哈，无人知呀哦，这啊咧种的人其实伊蛮在乎，咱真济人，你敢问讲你种这什么种哈？我看杂黑可能高黑高，讲唔知呀咧，我嘛唔知这什么种啊、哦，这嘛唔知安怎个。种起来安尼吼，那么就迄天咱就以听众朋友吼提种植皮去啊去这个现场吼，那么一般的哇，我看到诶，干嘛讲足可惜？伊讲无啦，都搬来互你看吼，我讲这也未熟咧哦，你那是既然有种这种物件吼。
你的麦啊多啊吼，伫国外可能是安尼的慢啊，无唔对，大概六分熟，五分多六伊的慢啊，所以食起来这洛梨呢其实还好吼，啊伊个食起来有一个啊，因为这姜子皮这有一种坚果特殊的迄个香味，所以你那是介伊个成熟度你要较高的时阵，大概在八分的时候啊慢落来，慢落来你甲小甲控制，大概一天到两天啊，伊小块有一点点啊软软，哦啊破坏开啊，先稍微摇一摇啊破坏开的时阵哇里面的颜色很漂亮，然后啊带一点这种啊金黄金黄啊，那吃起来呢啊好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哈斯有一个啊非常高级的这种啊咸蛋的一种味道，就是那种蛋香。哦，你讲伊像鹅肝酱那种感觉，也有人是安尼咧形容它哦。就是讲你迄个成熟度较高的时阵，较来慢哦，都有这种的一个。啊，但是有时啊，伊这慢落来的时阵啊，没有把它弄好哦，所以伊顶顶啊顶顶，你就凊彩去甲弄啊弄弄的就掉伤啊掉伤了呢，伊个所在伊就会产生一些分类化合物，所以你甲切开的时阵内底啊，都有迄种乌签，所以作者这个乌签底底有可能。定是伊啊，伫即个采收的时阵啊，因为迄阵咱慢落来拢要个顶顶嘛吼啊，所以啊，伊你唔通看伊顶顶，其实他那时候还是很脆弱，你也卖去个，你去个弄掉吼，即啊，伊就较容易吼，迄组织诶破裂啦，是啥物？你即番破开的时阵，啊，就讲伊内底产生迄种分类化物，所以伊在遐就较容易有这种黑色的即个氧化物的即个情形。那么这种无啥要紧啦吼，你甲偏起来伊那是啊，叫螃啊顶乱去迄种诶呢，其实迄种乌签无要紧啊，但是你若是讲像迄乌签切咧只看起来就不好吃，那种迄生鱼片看起来脏脏的就不好吃啊！你加这洛梨牛奶无差，但是你加洛梨牛奶，颜色会变较歹。啊，你颜色变较歹的时阵，你一定要加一点酸，一定要加一点点啊柠檬。所以你老在吃洛梨，你处理你一定要准备这种啊，要你要讲啊，不啊，我不爱柠檬啊，不爱柠檬，无你用优格哈，这酸奶，酸奶有一点啊，这个酸。伊个吼，伊个颜色呢啊，袂一直翻乌嘞。无你即马咧加的时阵，加，一加出来，迄个色呢就变彩色的吼，这种啊彩色的啦吼，这样你讲唔对去哈，变彩色的吼，这都无好看吼啊。其实就那个颜色就啊不太舒服啦吼，这是安尼。啊，你若准讲搞伊一点点啊洛梨落去，伊个啊优格落去，伊酸嘛吼啊酸也甲伊个也固定掉嘞，所以伊袂个翻乌啊，袂个翻乌加起来啊，因为好的洛梨牛奶加起来有一点点那呢。啊，粉绿，一种嫩绿色的一种啊，一种尴尬，而且价格，我当下那个颜色才会啊，这看起来才会舒服啊，你啦哈，所以啊，当然有的好比如讲这物件哈，就是唔知要怎讲，好，反正呢，这个就不同的品种啊，要安怎采收，这本身就是一个伊的成熟度是虾米款，本身伊就是一个足大的这学问，但是咱不把它当一回事啊，所以咱咧真侪人咧买洛梨的时阵啊，不敢。付高价去买，因为迄种容易踩到地嘞，对吧？啊，那去搭着地雷唔得啊，破坏乌心咩啊唔得作业，是不是安尼？好，所以啊，这个呢，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啊，这种的这个可能性哈、哦。所以呢，啊，这种就是讲有可能去弄掉，啊，有可能就是啊，性质都较悬的时阵，你开始咧纤维化哈、哦，开始要老了，也产生乙烯呀，哦，迄性质都较高。那么啊，够一种情形，就是你家吸的这个落下底，吼，比如讲你啊，落里你按足定的啊，有的人会给你加工用这落啊，吼，把它密封起来啊，放到啊窗台下骹。啊，会拍热啊，其实拍者伤烧，迄、那个速度伤过头紧啊，伊即、這个啊内底呢氧化作用伤过头紧，伊个啊内落啊底即个氧气一下子就被消耗掉了啊，然后就变成无氧呼吸啊，无氧呼吸的时阵，伊就会产生即个分类化合物，然后就会。的破开的这乌签哈啊，所以你爱给伊适当，比如讲你落啊，给脱嘞啊，你啊适当的这個时间哈、哦，这物件拢不要去，尤其如大粒的迄种吼，越大颗的，伊内底甲外靠伊的承受度是慢慢啊入去的哦啊，但是伊这是一个叫做闹钟反应的，就讲、是、开始共振，伊就开始行的，一直僵它就停不了的啊。但是伊的速度哈、哦，比如讲你那是给伊外靠啊，去甲曝日啦，去甲密封啦，啊，给伊的速度上过。
好紧啊，但是伊被套入去内底时阵啊，伊的一个这个渗透无遐好，所以伫外靠这家家的乌起哦，就会黑得很快啊。这种呢，得影响到迄个外观安尼啦吼、哦。那么这种应该是无啥要紧啦吼、哦。这总共那是该切开，卖讲啊，这个但是你个片看卖吼、哦，有当时啊，伊乌起的时阵呢啊，是这个有吼、哦，算比如讲有个人会搞迄个乌乌的所在，小块个咬掉安尼吼，伊讲有一个筋那是啥物啊，不好吃对吧啊？哎呀、啊，其实你也是加肉里牛奶，没遐麻烦、哦、真的不用那么麻烦啊。有的人会较功夫啦，但是我是干嘛讲啊，都可以看看啊。再抓住这个尾巴哦，这肉里呢，大概就是到差不多十月啊、哦、啊，应该呢，较慢呢，差不多这个已经是啊，差不多这个时间来应该是剩一挂这个寂寞啊，哈、哦，这种啊，这几个购物一挂买手啊，这家家还有一些啊，中晚生品种哦，这家选三号哈。哦那么这种呢都还是相当的这个好吃啊、哦、啊，这个油脂很高啊、哦，有的人讲这伤油，嘿，吃到足恶心的哈、哦，这一个人一款吃法啦哈、哦，我是感觉讲，这个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啊、哦，你也记安尼的对啊，但是这种物件就是讲，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啊、哦，那么。机器工我们并没有把它发展得很好啊，这个就比较可惜了一点点啊。那么我们继续努力啊，这是不是有一天会变成咱台湾的一个特色产品啊？好，来，我们接着要看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是咱的秋美啊，哦，又教到伊的土壤检验报告，但是伊冇摄到伊，感觉袂来多片，伊想要问老师，伊这小番茄哦。有需要给它烤掉吗？你这个小番茄贵的这个叶啊，吼，都是变啊、新叶的这所在拢变较细叶虾米吼，这啊、目前个看起来吼，这里烤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吼，这真侪是这个激素中毒吼，就是讲这种有的讲这应该是这个病毒病啦、啊，还是虾米款吼，但是啊、看起来不见得完全是啦吼，有时啊这种有可能是什么这个啊、这个你抓的这种这个。走国际哈，这有较大的这关系哈，所以啊，外观看一定会抓，因为有些咱抓哈，比如讲啊，咧喷的时阵，迄浓度调了唔对去哈，这个本来爱1000倍啊，变100倍啊，这照讲人抓六抓过六遍了呢，啊，伊会开始会Q效，啊，你抓一遍伊就Q效啊，吼，就讲迄浓度有可能唔对哈，啊，这要小心啦吼，就是讲啊，过来就是这个温度啊，温度高的时阵，咱咧抓这走国际哈，这浓度爱。放低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放低啊！在那边调啊，个放低吼，就这样啊，这个。登袂过来吼，这登袂过来，伊讲啊，都热咧袂调，都想要加甲转挂，你阁叫我甲放假吼啊！这药啊，毋是食入当如何吼？这啊，迄天啊，不然咧哪好听时阵，我恨不得把七天的药呢啊，做一摆甲灌落下呢吼。后来想一想，我应该不是那么白痴吧？就不能做这种事情啊啊！这个，但是你人伫一种啊一种状态底下，咱拢总是希望讲啊，搞一个什么物件吼，爱当之类啊，这个。一下子解除哈，然后刚才呢啊，这种直接有当时啊，错误嘛，这里好处了哈啊，处理了够结啊，这老的陪伴咱哈，可能看一下哈，聊聊天啊，就不会那么的那个，虽然得理啊，实在是啊，不太想动，不太想讲话啊。啊，但是呢啊，你也知道讲这里够结人底下啊，你也不敢看。那想一想也是哈，就有些人呢，只有在一种这类生病的时候会最脆弱啊啊，尤其如果真的不太舒服的时候啊，所以在这类时阵有些的出怪招哦，这千万不要做傻事啊。所以呢，你即马像咱就听众朋友就嘛是拄到这种情形，就讲你看个想要来烤掉，这可能无啥好啊，现状哈啊。但事实上呢，应该也还可以的哦，就是讲啊，这类看看来哦，这天气变凉了以后呢。啊，应该有的讲啊，无规矩个心肺尖掉哈。那么下骹这个老的这侧牙个起来了呢，啊，是不是有正常？你当个下骹个老侧牙个起来哈、哦，这应该的啊、理论上来讲应该会好一些些哈、哦。啊，无伊这抓哈、哦，这像今年应该讲。对了，今年哦，今年啊，这个年初的时阵，哇，有当时啊，你这个港啊，吼，他那个
对自己过度进信心的一种工人，你拢就你拢就烦恼哈。嗯，这无问题啦，这要安怎？我讲确认一下，拜托你加确认一下。我感觉讲今年咧用这个啊，做果季的这个量唔对哈。但是讲我提几包去哩，我一礼拜给你几包，是安怎即阵的用料？袂唔对啦，我高中毕业的咧，吼，反正我第一个高中生哦，阮规整拢无人读高中，我着高中生啊，迄是安怎安怎？所以即马开来咧，安怎安怎安怎？哦，讲一堆那算了，讲你搁加确认一届，你搁确认一届，你搁确认一届啊。那么他也不承认他用错了，啊，就是唔对啊！我看算了，知影唔对啊，对吧？我要和你用一个月，你加用一礼拜，哦，那那些药啊都一定唔对哈。是怎怎讲无？嘿，因为今年花较济，结果呢啊，这个蔓呢，这个番茄呢啊，这真的是少到很可怜哦。所以啊，有时啊，这种就是讲。真的不简单哈，那你若无定伫迄个所在哈，要种这个，所以这个是个另外一种啊，这个企业形态哈，这种啊，种玉露啊，这种哈，为什么啊？这个品种大家公认你是全世界上好食哈，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是认为它是在这个世界好吃的番茄里面呢啊，这个以色列有一个夏日阳光哈。黄色的这个夏日阳光，这个大家公认好吃的。搁一个就是这个玉露啊，哈、哦。那搁一个就是这个韩国哈、哦，但是这个算野种子哈、哦，这个足奇怪。这到目前为止，他们都唔知道这是对几间公司的，一个是釜山八八。那么这个品种有可能是这个啊，这个、大家嘛认为讲这个品种嘛是算。算好食一个这个品种，但是啊，因个伫即内底，过去改比起来，哦，就是讲除了这个啊玉露啊呢，就是讲因为伊个肉是嫩诶，所以呢啊，伊还是占了这个优势啊。但是有个人得丢得，会改讲伊不爱食，有个人丢得特别得讲，迄嫩诶我不爱食啊，我爱食这种脆肉哦，这种阿无阿多啊啊，所以呢，这个市场上大概就是安尼。所以这个品种啊，本来就是伫栽培上有伊足多一这个限制啊啊，但是呢，它确实还是一个好的品种啊。那么咱好朋友哈、哦，你这个看起来哈、哦，这个问题呢啊，感觉上好像是病毒病哈、哦，但事实上呢啊，我个人认为讲这含这个。现在啊，这种有输用哈，就是讲你用这个走果剂呢啊，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问题哈、啊。所以你讲这个啊，这个烤掉顶颈哦，你倒不如呢啊，这个下骹老龟硬起来哈、啊，这顶管你这个可能已经忙牙去啊，这个、无法度。那么你下骹那有呢，你老能硬起来保管顶这只只哦啊，这个长呢可以继续大哈，啊，可以大起来啊，应该的好起啊哈，这会好一点，比你顶。应该是无什么款啊，这个看不出什么这个啊好的这个结果哈、哦。那么检测起来哈、哦，这土壤的这个 pH 值 7.21 哈、哦，7.21容易缺铁啊、哦。那么所以这个微量元素的解这部分铁啊，大概呢就比较容易缺乏，但是你这个啊含量上呢并没有哈、哦，并没有。并没有这个啊、有什么款的这个问题啦吼，所以呢啊、就是讲那是有一个较特殊吼，啊小可啊来注意一下安尼就好啊吼，所以呢基本上是这款的这个情形。那么目前呢经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的这个数据来对啊，土壤的 EC 值你要较管小块哈，0.71 啊。那么0.71有的讲安怎较管，咱怎样哈？小番茄这个肥料哈，那小番茄这个肥料希望讲啊，肥水哈，大概在1.26哈，1.26到0.71，你存一点点啊空间通去用俩，所以啊，你在用肥的时阵应该就是这个少量都是施肥哈，咱这个台南场啊已经有和你。非常好的一个啊，这个建议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啊，这个磷肥哈、啊，这种的这个磷钾哈，这物件哈，这肥料呢，其实老底这个内底拢要个真济哈，所以卖个用43哈、啊，这个有个人就爱用43，唔知哪解讲180嘛是个用180哈啊，这个讲啊还较纯哈、啊，我都唔知讲这个较纯这两字是安怎来哈、啊，有纯无纯看你纯哈、啊，这咩安怎较纯哈、啊，所以适当的这个肥料哈、啊，这肥料的这使用，所以啊你也当减少掉这个磷的使用啊，你用容易。
鳞菌啊，利用龙鳞菌呢啊来改这个改善哦。即我刚刚来讲啊，这全台湾种小番茄啊，伫这个温室内底哈，如果伊的这个品种啊相当的一个稳定，那么有一定的这个水准，伊若无用龙鳞菌啊，安尼算讲啊找无哈，找无这种人，找不到这种人。我讲啊，不啊，恁真正龙鳞菌卖遮济，阮无卖遮济，但是全台湾性的龙鳞菌就是有这么多啊，就做济斤诶吼，即马太济斤咧哈啊，即有诶农会因发现讲诶，好像还不错呢啊，因我家己去请一支牌啊啊，即、這个找厂商去请一支牌，因农会家己咧卖，家己咧推广，家己咧做啊，即、這个政府有补助啊，农民啊好啦，加减用啊，用落拢感觉袂歹啊，拢会翻头吼、啊，你知影啊？咱人咧做即个头路就是安尼，就是讲。伊用落脑即个好处哈、哦，有即个好处的时阵呢，也是讲对农民有帮助，并讲咱物件卖人啊，即、這个介绍农民啊，利用即个物件啊，用了呢，农民感觉讲效果袂歹，啊，佮等于农会讲哦，啊，你顶届哦，即、這个啊，宝妹，你顶届佮推荐的农民菌哦，我用了确实真正袂歹呢哈啊，即、這个农会呢是也不简单，啊，佮有补助啊，啊，你是不是啊？你伫推广这個，你是不是做成就感的？所以。因不一定会加赚钱嘛，伊食人的头路，但是呢，啊，伊会当去得到人农民对伊的一个、一个啊服务的一个肯定，是不是呢？哦、啊，所以这种的一直拢有咧推，所以你这多用一点啊、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土壤的这个有机质啊，土壤的这个有机质，咱拢希望讲会当大于三哦，但是啊，其实你 2.04 已经可以的了哈、哦。这啊，你别讲没有偌济，这种的这个大概很难哈、哦。那么我个人认为讲不太容易哈，不太容易哈。那么在这个管理上，可能爱注意的就是这个微量元素的这个补充。那么然后注意这土壤已经是碱性哈，碱性的这土壤呢啊，一定爱增加，尤其这个使用。那么肥料用较少嘞，啊，加用一遍啊，哦，就是讲少量啊，多次啊，来改这个施肥啊，这应该啊天气然后呢，这物件应该真紧的回转来哈、哦。那么我讲我考掉个定性。哦，不看呀，好、哦，这啊，其实这个不见得啊、哦，不见得，这围攻这消长消啊，不会去啊，哈、哦，不是哈、哦。那么你这其实啊，你也这种病气哈、哦，这其实是一个很比较严重缺膨的这类啊，你也是讲既然要烤掉嘛，无你话不要骗这类哈，然后你该灌啊，灌瓜这种啊，这类早收入这种物件哈，啊，你该灌的哦，这反正不差嘛哈、哦，啊，这类利用。这个 N 九哈，可以稍垫一下，因为这阵啊来啊，这个玉米树的神奇效果已经啊，较无遐明显啦。吼、哦，就讲、是、伫花赶快做大趴，这个以外呢，啊，你讲像社长迄阵做咧种呢，有用玉米树，甲无用玉米树，迄真正差足济。好、哦，咱真济好朋友啊，种小番茄，因拢会去用的原因，就是讲，哇、哦啊，真正差遮济啊，社长咧开根呐，咧生长的速度啊，有用甲无用，这真正拢有快。啊，这阵啊来的较无遐明显啊，因为天气较凉啊。那么，但是呢，啊，还是可以用哦。啊，但是你已经足严重的一个缺膨，很严重的这个缺膨哦。所以啊，你也当稍来注意一下啊，这膨稍补一下哈、哦。那么，伫这个利用早收入来补哈、哦，啊，这个、效果应该真好了哈、哦。啊，当然啊，伫这个目前个看起来哈、哦，这个还是跟啊含这个温度管啊，你用这个走果剂、哦、啊，当然这膨也是其中一部分的这影响哦。这上啊上下卡迄张吼，迄、哦、几个拢。不能扁哈，拢扁哈，都扁掉了。啊，然后这个盲牙哦，这个心肺拢无去。那么病起的这所在，中有一个耐饿落去哈，这种就是非常标准的这个啊，这种高温引起的这个缺膨的这个现象哈。所以啊，这感冒病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哈。这真正好比讲啊，它还欠个较严重，因为加这苗。白白石生苗跟加接苗对膨的这个吸收效益是不同款的、哦啊、所以加接苗会欠了较严重，所以咱为什么要在后面来做一些补充、哦、这个原因是在这个所在，那么这在这里当和咱好朋友、哦、小做一些参考、啊、当然你要说我要给它烤掉不爱、哦、那么一张13块、哦、这有时候、啊、要烤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是不是、啊、你可以利用刚才我跟你说的这种方式、哦啊行歌
管理一轮看嘛呀，啊，一轮过去了啊，确实你也感觉讲。啊，嘛是效果无改好啊，是安怎个啊？无个回魂吼，啊，归气呢，放气哈。那么这我都不会讲啊，但是啊，在老天爷还没有放弃他的时候，咱袂使改放气啊。提供白阿袂改放气，咱袂使先改放气，所以还是有机会，好不好？好啊，你阿讲嚣张啊，我都唔敢跟你讲啊。迄、那个病毒的就食辣嘞，都嚣啊无味啊，一无烤起来，都根本就是伫遮浪费时间。那么。啊，我们只能很语重心长啊，伊讲克鲁矿脉解，这可能病毒啊，这个有，但是这看起来不太是哈、哦，所以这个考虑一下哦，阿麦赶紧要改这个烤掉，好阿鹏呢补充哦好些，啊然后用一点啊 N 九啊水分呢，可以留啊较侪小块，啊伊盲牙的盲牙哈、哦，反正伊顶管无去，伊边啊个老是硬出来，你去硬那个老嘞，伊赶快如何多改补回来。哦，这种是安尼，搁一个后摆你咧种的时阵哈、哦，那么你种下去的时候不要太早哈，卖伤渣啊，因为我要做张干整枝啊，袂真袂得甲其他工艺拢黏黏掉，不要太早去动它哦，帮你好野蛮生长一个因啊哈，就是爱偏地迄个所在，好一些花有一个时间哈、哦，野蛮生长一个啊，它有一个野蛮生长，有迄个醒出来啊，来看慢慢啊掉。啊，唔通一开始都也唔知影啊，变啊都啊都要改限制一辈吼，结果你咱嘛唔知伊个性是虾米款。我讲哦，你这讲太玄了吧？无啦，这回到上简单的是讲番茄，这个侧芽在12.5公分以内，上好卖个量掉。第一、第二个侧芽，因为呢，这对于根部的这生长有足大这帮助。你讲哎，这嫁接苗还是有影响。好、哦，所以卖伤扎袂真袂得改掉掉，啊，好一些野蛮生长者，啊，看到时阵看要安怎救，啊，咱该救啊，改念掉，咱该去念掉安尼，哈、哦，啊，这有咱注意，他就没有，好、哦，你小做些参考，嗯，好，来63386016338601，老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寿环金哈，寿环金即讲到伊的土壤检验报告哈。哦有关这个磷钾钙镁肥都有少量吼，算讲都有少量多餐的补肥，但是伫今年文旦普遍都有迄种水分囤积无够的这个现象，啊，有一个土长子伊嘛有加掉咧，所以想要请教老师有一是要安怎吼来调整这个亚补的建议？过来就是有关柑橘的这个青腐哦，算讲青霉地腐病，如果那是已经有一个。轻微的镜头来发生，使用着漂白水稀释啊来擦拭这个果实，是不是会当阻止着这病情呢？阁继续甲传出去。除了讲禁农药以外，是不是有其他无毒的防治方法？是，这个啊，咱好朋友哈，其实你的恒呢，那么 pH 呢啊，5.91哈，5.79，这几年来我看正啊正柑橘的这个有一档有这种5点多的哈啊，真的不容易哈，将近6哈，所以这应该是一对很完美，而且这有机质啊，是不是有一个是不是？两个较无同款是地壳无同啊，是安怎吼？反正大概都在2以上，甚至有的所在到3点多，所以表示你这块横呢，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田哈、哦。那么这个肥较侪小块哈，这个磷加管，所以我问一句哈，可能较歹势哦，你是不是我那43盒爱用者哈、哦？那么这有时啊，就是讲它磷比较高了，咱等着是去限制、去控制这个磷呢啊，卖火一下，卖个不该补啊，这类去啊，咱用溶磷菌哈、哦，你溶磷菌努力用，你免惊讲啊，这个磷呢，这个欠款。那么钙跟镁比较高，这都不要紧哈、哦，这啊钙呢，伫土壤内底钙呢没有某一种什么啊，有的人讲什么钙伤侪毒性啊，这个。啊，什么板结啦？吼，那是有机质无够的人，伊开始出现着这种问题。你这有机质到2以上啊，甚至有到3吼、哦，你根本无这个问题。所以啊，你的这个土壤呢，应该伫咱所看到这个范围内底呢，啊，算讲是一个这个。
这个非常啊非常不错的一个这种哈、哦，那么而且你这个土壤呢相当的这个稳定，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土壤哈、哦，这样不啊个人认为讲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然后今年新这个原因是因为哈，比如讲你这检测报告都没有什么太大，那么这个磷钾钙镁肥哈磷补较少嘞哈。哦您补较少咧，尽量利用这个啊，这个微量元素，哈、啊，这个卖用微生物，哈、啊，微生物这个溶磷菌呢，啊，来改这个补充。啊，今年普遍哦、啊，这水分啊，汤汁较不足的这现象，这含啊含这个水分管理有足大的这个关系，然后就是讲啊，咱啊总讲到尾手啊，你有看咧吐红，哈、啊，有看咧吐红，你看，他把迄个红染掉的咯，迄嘛是同款袂好，哦、啊，这会去影响到伊，较容易掉价，所以。三底这个管理上六七八哦，六七八这三个月时阵九，其实都差不多被办了嘛吼。咱啊一般来讲文旦北楼哈 啊，所以北楼呢大概就是在九月嘛吼，所以啊这个差不多九月六七八这几天的北楼前咱得办，所以咱文旦大概啊管理到这个八月，所以这个六七八这三个月时阵未使有吐红。袂使有吐红，啊，袂使有吐红，有时啊落雨，伊啊一段时间落雨，伊就会吐红，这你无法哩，啊，所以咱就必须要啊利用这个钾肥，吼、哦，这落一点红咖喱，吼、哦，啊，真侪人讲这个油啊落红咖喱也歹食，我听你凊彩讲讲的，啊，什么油啊落红咖喱都会歹食，你若控制又好势，啊，落红咖喱的这个油啊呢，会独特的一种啊，这个闻淡的一种香气，哈、哦，啊，这种芳馈，吼、哦，尤其一种，当然你那是。啊，这个落的量唔对啦，吼，还是讲迄个比例唔对，这有可能歹食。有的讲啊，得爱啊，落这个硫酸钾正咖喱呢，啊，这油啊较会软丝，嘿啦，啊软丝啊水淡淡啊白开呢，一支手啊太过烂了，啊要食这文旦，拢咧竖个枕头啊，嘿有较好食吗？没有啦。对不？咱文旦就是爱掌握到迄个适当吼，伊个油包吼，一种包囊呢，安尼适当，安尼袂使呢，腾烂烂吼，啊软米啊，但是食起安尼 QQ 脆脆，哇，一种口感呢，啊，真的是啊，这个很令人忘怀哈、啊。这两天呢，啊，这个。可能是感冒嘛吼，所以不管干嘛，嘴馋吼，就是吃什么东西都连最爱的咖啡喝起来都觉得咸咸的啊，干嘛？你们对感觉迄、那个那咖啡哈拢安尼啊，糟味的咖啡哈、啊，所以呢啊，即阵都啊喝上爱食都啊喝一个柠檬切片哦，都啊处理有一个柠檬哇、哦啊，这柠檬呢切薄薄啊，哦啊改加一点点迄个即溶咖啡，然后顶管呢滴一点啊，即个蜂蜜哈、哦、啊淋呢。卡一点点啊，这个冰糖雪啊，吼、哦，补掉呢，烤烤烤，哇，整个人呢就活过来哦，早啊，一定一天呢爱啊，这个柠檬呢加一点吧，啊、哦、啊，这个阿哥、啊、来的是这个暗等加梅瑞，加梅瑞就加油啊，啊，所以呢啊，昨天呢阿波的登记啊，就一夹一个红温蛋啊，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剥在那边想事情。那就剥就把它吃掉了齁，就当作晚餐。我讲啊，那你也这个糖流别糖流一堆去齁啊，这总体的这热量其实还是稳定的齁，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啊，这东西就是伊的足重要的吼，这啊，所以今年这个文旦普遍以这水分吼，水分的这关的落雨啊，无得要吼啊，真大吼，这种呢啊，这东西啊，所以你爱控制这个土壤汁修剪是来不及的吼，就是袂使互伊发出来。那么变乱袂使互发出来，就是啊，这个一开始落雨了，咱就是要去啊，每一次下雨啊，一礼拜咱就去甲补六公斤的这绿化钾补补啊。吼，我讲哦，好个袂歹，给补挂啊，给补挂的护你啊，啊，袂使较济，好、啊、就一礼拜只能六公斤啊，可以少不要多啊。那么你也当两礼拜六公斤，但是呢，啊，你一边的热最多就是六公斤啊，宝宝啊，啊该啊，这个砍嘞，所以啊，伊都我都该这个控制掉嘞，好、哦，这样呢起来呢，啊，调整上就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好、哦，这提供给你做参考哈。那么这种。控制猩红的这个红心呢，啊，这伫咱所谓这柑橘类内底
一体适用哈啊，只是讲这个文旦呢啊，咱控制了较严哦，等于讲七八九，其实啊九已经要慢哈，一般通常的六七八啊，你也真正惊讲这个啊，人讲这个红咖喱的这个问题，无你上尾一个月你啊，你改用硫酸钾啊，不啊无意见啊，实际上啊，你也当个试看哦，真的，一路用氯化钾一点啊关系拢无，一点点关系都没有，好吃就是好吃啊，这不一样。得一定得爱硫酸钾一点，足侪人讲我拢嘛用白咖喱，结果去看因兜的这个茶啊，拢嘛氯化钾。讲你看我这白红咖喱，敢一定得红的吗？是不是？哦，所以这有时啊。就是钾肥啊，让伊嘛是控制了真好势啊，买啊不啊改改水了，伊较恍然大悟哈、哦。所以为什么伊买啊拢买一包白咖喱？啊是这种伊买一包白咖喱是啥物？氯化钾，嘿嘛是红咖喱哈、哦。啊，但是伊的写英文呢，写英文呢改成几种口味安尼哈。啊，你那写一个这个氯化钾啊，后边个跟你写一个这个中国山东，哇，你又干嘛讲一包提单应咖喱都嫌？啊，人若送你，你就去嫌顶咯。啊，实际上啊，迄包写英文呢，就是为山东再去越南，佮换一个英，换一个英语袋啊，那个袂更啊，更啊难这边诶。啊，反正啊，这个世界还挺多的哈、啊，挺多的。佮一个是好朋友这个问题哈、啊，这个柑橘的这种啊，这个地府病哈、啊，这个、一般有阮有诶改叫做黑色地府病哦、啊，这里、个、这个、地头一个所在。那么为什么像咱咧柑橘类咧扯称？哦，对，扯称就是这个慢落来了，啊，个坑大这个仓库嘛，哈、哦，这个有的人讲热冰，哦，这唔免冰，哦，柑橘咧以自然的这个通风在25度左右啊，这个环境内底，吼、哦，啊，可以自然通风啊，这个水分控制又好些，啊，伊就较袂有这款的这个问题，哈、哦。那么这种这个地府病，哈、哦，这个、地府病呢，啊，这样乌漆病，哈、哦，这样啊，这种黑色地府病、褐色地府病，那么这种这样类似像这种。啊，这个果实的这些结果，这些病害哈，这啊，以及含这个黑心病之类的这个，伊在柑橘哈的这种枝条上的拢去潜伏哈，所以啊，一般来讲，这含这个应该不是乌青病，应该叫黑乌点病哈，柑橘类有一个这个啊，这个黑点病哈，乌点病啊，这含这乌点病呢，因是共种的哈，所以呢，在叶啊管顶啊，你若看到这种的这个有呢。爱啊，较紧呢啊，来改这个做这个处理哦，大概啊是这款呢这情形。那么在国外通常是用腐蕨啊，比如讲你要采收进程啊，果是要包装进程啊，要办哪家啊，不会变哦，你较洗要淡淡。哦，还是讲你有过细过，你当用腐转哈，腐蕨500倍呢啊，这些物件啊，会讲哎呦啊，怎弄要？你在食樱桃的时阵，拢无去想到这项代志哈啊！干嘛食啊？樱桃你敢有下皮？吃樱桃有人削皮吗？没有吧？嗯，那细细的咧食哦，诶，进口诶，人诶偌清气咧，对啦。迄嘛是拢过细过啊、哦！人啊，人诶樱桃吼、哦，要出口进前拢嘛爱过细过，会以为无细过，伊迄地头会翻乌会落落来会即、這个啊，着即种病害，所以啊，各有迄伤口，所以伊必须要用2,4-D，必须要用腐蕨啊，甲你过细过哈、哦。啊，所以呢，即、這个樱桃不要紧哈，食樱桃都不要紧，啊，那食咱诶即个啊，柳丁。啊，食这个文旦哈，文旦的皮你敢有食？都少人食文旦的皮哈。啊，其实文旦的皮还挺好吃的哈。啊，伊个皮那是薄薄啊，小小好食，做这个啊柚子醋啦，虾米哈，其实挺好的。但是咱足少咧食啊，那我被惊死啊，讲到迄个啊，真的有时候就讲到这个呢，就会让人家很生气啊。啊，有当时啊，一寡这个行李人哈、啊，为了啊，这个有呢，反正呢就啊去黑别人啊啊，工人啊，乱。其实家己唔知道，伊迄个物件就食辣嘞，吼、哦。那么其实就这么一回事，所以啊，你当用这個来过洗过，吼、哦。那么用这种物件来洗，吼、哦，洗这类有呢啊，效果呢其实是很不错。啊，你要用漂白水稀释，啊，来改这擦拭，吼、哦，卖用擦拭用盆嘞，吼、哦。因为你底下那个卤的时阵呢，反而会把它表面的这类啊角质呢给破坏掉，吼、哦。所以尽量是卖用切的，吼、哦。那么用喷的，吼、哦。并
讲你用喷雾机啊、油啊、泡泡啊，或是一个喷过。那么今嘛在市面上有几种这种非农药的解决防治方式，这个漂白水，漂白水有一个味哈、哦，这个很难卡哈、哦、啊，很多人不喜欢哈、哦。其实大家只是啊，这个不喜欢，这个不怕农药了哈、哦，这不然啊惊哦，啊不会樱桃吃干的，够人来讲安怎？啊，这个大概呢，两两呢出代志，够人讲安怎？嘛不啊，到时阵。这个做未来的时阵，嘛是同款樱桃，佮夹一箱去，啊，你夹一箱农药去，互恁媳妇食。你坦白的讲，嗯，迄人迄樱桃我补血，对，你只看到他补血啊，但是伊嘛是过农药过细鬼啊，请请嘛弄农药检测弄超标啊，贝芬替啦，哦，啊是讲辅觉啦，啊，这个辅觉其实不容易超标吼、哦，所以辅觉有验到，但是公斤内吼，迄辅觉超标啊，这个机会很少。哦，这全世界拢是安尼哈，啊，去验到这个二树茶啊，无用二树茶，迄地头会碎呢啊，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哎呀，这个，好像我们懂太多了也不行啊、哦。这一讲，问啊，这个问吉嘛，啊，应该讲，应该讲叫问弟妹啦，讲啊，讲这个你懂那么多。然后听你在讲的时候就不害怕，可是讲完以后还是会害怕。我说对啊，因为你只听你想听的，又不是想听真理，真理永远是孤独的。所以你也知道阿波拉就孤独的，这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我讲的都是真理，所以我说一百拜赶快跟你说啊，这四十三嘛用那么多，好啦好啦好，结果回头去叫，去叫六十包，讲无啦，我去年买六十五包，今年用较少六十包，六十包，嘿，今年改六十包，去年都六十五嘛，有较少啊。啊，你敢不要用办法？四十三啊较顺，我讲上个月讲四十三啊较顺，嗯，啊都拢安尼用，啊都开始讲迄间验出来，迄间唔对啊，都。改不了，这无法度。真理有时候真的不太容易让人家去接受。哦啊，只是讲咱有当时啊，伫这个检验真理的这个，我感觉咱听有上厉害的、就是讲啊，因为六十五包变六十包啊，我已经感觉我做不完伊个，哦，已经开始咧检验真理。伊正文单比也不啊，这个可能我要哥唔知道，穿开卡裤啊，伫堆咧放尿的时阵，人已经咧正文单啦，正个格子嘛。咱跟那个共一慢慢调整一天的累，他能够慢慢去改变啊，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啊。我干嘛讲这的已经就不简单了呀？好、哦，虽然真理永远是孤独的，好、哦，所以啊，真正有朋友讲啊，你安尼讲你袂干嘛？这个反正讲了，人家也不会听。哦、对，好像对哦。啊，袂啦，但是我感觉咱真侪好朋友慢慢有咧改变，哦、啊，又去改这个啊，利用这种实验哦，去检验咱所谓的这个真理，对吧？哎、啊，感觉哎、欸，对对对，啊，慢慢来改，哦，无正常，咱咧讲安家你一分地了五公斤、六公斤的时阵，啊，真侪好朋友讲六公斤要安怎落？即卖大概买个阿伯阿问，我讲啊，六公斤安家你干我做落？有啦。看宽人呐、啊，迄嘛是要啊落哦，做水也嘛是会晒哦，表示因一直伫即个精益求精，好、哦，所以啊，这确实就是讲伫管理上，咱还不断的记得啊，即、這个提升。那么伫即个全世界目前对这种地虎病的这处理啊、哦、大概90%是较夸张了哦，应该98%哈，大概98%啊，拢是用农药去做处理。有的讲，不然你不是讲90%夸张，因为无遐少啦，差不多大家就是拢爱，因为你要做外销要创啥，迄种物件，伊这个温度一个压起来，足紧就害去。还有当时啊，咱柑橘类去冻掉啦，创啥有一个伤口，所以你必须要啊，伫这个病原的这个总体数量上，你要去改控制了该。所以也去西游啊，但是有吼、哦、少数大概有几个 percent， 那么伊也认为讲伊不爱伊这另外一种的一个销售，那么因有一定的通路，加着一定的一个冷链的一个规定，所以伊会用什么物件？伊会用柑橘精油。哦、所以伫这方面来讲，哈、哦，有用柑橘精油来做采收后处理的。
个一个啊，就是伊会先洗这个啊，因为你那是洗漂白水哦，这味道太重哦，所以也用二氧化氯。用二氧化氯去过细管，那用二氧化氯去过细管，然后伊有一部分啊细管料，因为二氧化氯还是会有氯的那个味道，很淡哦，无啥物比啊，所以起来有一个一定效果。然后啊，伊也去用这个啊一种叫做聚丁聚糖，啊，一种物件起来也形成一个膜，因为伊无打蜡。也一定那种膜啊，这种物件啊，看起来伊个果实的外观较好看，但是还有一个味哦，尤其伊、那个啊，这有一个味哦，会有一个味道哦。一般那是这聚丁聚糖啊，都会有一点点一种来自大海的味道啊。有的讲什么叫做来自大海的味道？你若唔知，你去带带西，你就知影哦。就是一个臭臭味啦，一个这个鹅啊，哪里搞呀？海靠高啊，平地迄个比例的怎讲啊？到海边的哈、哦，就是大概就会有那个味道，而、啊、且正常正常，有些有的人偏向海边干哦，像你问阿伯啊，绝对是偏无的，啊，人有的偏会掉，就讲，就无。我当年我去台西，我骗有，我是讲迄个紫丁聚糖过细过，有个人骗会到，啊，不啊骗袂到，啊，所以因有诶过去利用这个柑橘精油，啊，佮佮用一盖，啊，这柑橘精油喷伫这个表面的时阵呢，啊，它当然的形成类似一个这保护膜，啊，伊本来柑橘类佮喷柑橘精油，所以无虾米比，好、哦，再大概干嘛讲啊，这个就挺自然的，啊，就把那个东西给压过去，所以你那是有兴趣，好、哦，你也当啊，咱进前像一种云香柑。有一阵子啊，咱真侪好朋友咧用吼，啊，你也是啊，想尝试看看这个呢，啊，你也当去改一个泡看买一个吼，这无毒诶吼。那么，我觉得大家都已经中了无毒的毒哈，这物件，这个咱来去追求，这是我们咱伫生产的这当中啊，一个健康的产品和咱的消费者，这个是对的哈。但是啊，所谓无毒啊，这个字呢啊，这无毒农业哈、啊，这什么这呢啊，我的无毒，你的都有毒，是不是啊？不是啦，哦，这但是就是讲。这个规定，咱边喏，把这个安全提到最高，吼啊，对所有的这药啊，吼，这个所谓啊，像这腐蕨这种物件，你要听起来讲啊，不然你讲的就恐怖，那樱桃用腐蕨。你吃这当然够够安装啊！大概个拢吃超标的，更不是吃迄个安全的。做这进口的拢超标的，尤其智利。你想讲智利迄个国家偌进步？你若去智利看那班樱桃的时阵，吼，迄你都足爱吃樱桃的啊！我跟你讲，一概你看你就惊死，是不是？啊，但是他全世界在卖啊，够人干嘛？没有，他真的很安全。这个药啊，其实这个。很绝啦齁，反正腐蕨这听起来好像是化学农药呢啊，赶紧给加落哦，加落喏，你咧惊啥？咱食几十当去啊，好不好？哦，而且这个有的人足爱食樱桃的吼，啊，这种不是讲啊，不啊咧黑樱桃啦，吼，就是讲因为啊，樱桃这高价吼，啊高价伊得爱处理又好势，爱处理又好势，这个啊，因对这种物件非常的讲究吼，绝对，因为那孩子了去去想偌济钱就害去啊，对吧？所以因爱达到一种稳定性，爱 99.999% 六个九，这在咱这个管理学上要六个九，要八个十个嘛，哦，这物件啊，这比台积电更加严格，你唔通看做樱桃的啊，做青菜比台积电更加严格，因的良率要比台积电更加管。那怎么样能够保证那么高？哦，这都是咱的技术啊、哦。怎么样利用温度，利用适当的一个这个油啊？唔是讲当然啊，这个你听起来讲啊，真正拢浸农药吗？反正我讲我负责，我看到的都有了哈、哦。可能有迄个无，我因为我无看足济嘛哈、哦。啊，常常咧盐嘛拢出代志嘛哈、哦，所以盐拢会超标，伊咧买超标，伊咧买超标啊。你又怎讲？哎，这个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哦、所以呢啊，但是呢啊，有时候哈、哦，这些物件也不用自己吓自己啊、哦，不要跟你讲哈、哦，因为你啊，要吃个吃樱桃，要吃个中毒呢啊，你可能一天哦，可能应该，但是这种好野人应该嘛有啦哦，可能你一天原来吃几栋的哈、哦，那么你一天有在了吃几栋的，哦，你三顿樱桃吃个饱，你当这些人一天哦，16公斤的这个食物量都已经是很可怕了。所以你放心啦，吼，就是不会出事的。哦，啊，当然，咱人有选择的这个权利，
哦啊、所以这是这样，我们就一定要用朋友来做参考、哦嗯、好，我们明天见，拜拜。